好，我是林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要做的主题呢，是我的老公帮我的化妆视频配音，我自己非常期待他会怎么给我解说。那我现在是已经化完妆了，给大家录一个开头，那让我们一起来迎接素颜的我吧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化妆了，先把一个圈圈套在自己脖子上，然后把它拎起来，把自己的头发包住，然后现在拿出一瓶水，不明液体，往脸上喷几下，然后用手拼命的敲敲敲敲敲敲敲，然后再拿出一个纯白色的一个瓶子，然后挤一些在自己的手上，然后抹在自己的眼睛的下方、额头、下巴还有鼻子上，然后用手把它搓匀搓开，对，就这样搓开，然后拿出了一瓶金色的液体，挤一些在自己的手上，然后双手搓匀以后抹在自己的脸上，就像这样子抹匀，然后再用手拍一下自己的脸，然后拿出了一支金色的小毛笔，然后点在自己脸上的痘印上，多点一点，就这样把它画平，然后鼻翼两边也点一些，然后在额头上画一个倒三角，然后拿出一个小球球，然后在这些地方拍拍拍拍拍，要把它敲得很均匀，颜色看不出来为止，看，就像现在这样子均匀的把它敲匀，哦，额头上面也不能忘记，然后眼睛下面也要敲一下，然后拿出了一瓶银白色盖子的东西，跟刚才一样敲一些在自己的脸上、额头、眼睛，然后再用这个球把它敲，把它抹匀，对，就是像这样抹匀，眼睛周围也不能忘记了，然后拿出了一瓶金色盖子的圆盘，然后拿出了一个棉花在里面蘸了一点，然后抹在自己的脸上，再拿出了一只黑色的不明的物体，好，把它把盖子打开了，里面是一支毛笔，然后开始画自己的眉毛，这个眉毛呢，你想画成怎么，想要什么样的眉毛就画成什么样的眉毛，就这样一点点的画，好，把眉毛也画完了，然后再拿出一个刷子给自己的眉毛刷两下，然后拿出一个黑色的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有四个不同的颜色。拿出它自带的，拿自己的无名指蘸一些最浅的那个颜色，抹在自己的眼睑上，两边都要抹好。然后呢，拿出一个刷子，蘸那个第一个颜色。蘸一些，然后在自己的眼睑上戳戳戳戳戳，对，就这样戳戳戳戳戳，要把它戳匀，然后在另一个眼睛也戳戳戳戳戳，就这么戳，一直戳。好，现在戳完了，然后换一个刷子，再蘸另一个颜色，下面一点的地方，也就这么戳戳戳戳戳。对，两只眼睛都要搓好，注意这个眼角的部位一定要多搓一点，要用力的搓，仿佛要把自己眼睛戳瞎，然后再拿一个刷子刷下面的颜色，注意一定要在眼角靠近眼睫毛的地方搓，可以把搓的时候可以把眼睛闭起来，对，这么搓，一直往外搓，如果搓的太多的话，你还可以用手擦一下，然后另一个眼睛也是一样的，好，现在拿出了一个毛笔，在自己的下眼睑上面也画一条，
然后画多的地方你自己拿手擦掉。为什么要用手擦掉呢？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去擦它了。好，另一个眼睛也画好了。好，再休息一下，再擦一擦。然后拿出了一支银色的笔，可能是，然后再画一条黑线在眼角这里，要画得很细致，不然你就会把自己的眼睛戳到，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。另外一只眼睛也是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能把自己的眼睛戳瞎，轻轻的画，慢慢的画。对，就这样轻轻的慢慢的好。然后再拿出了一个夹子，把自己的眼睫毛夹住，然后使劲的一挤，用力的挤，你看这样你的眼睫毛就会变翘。好，再夹一下，然后松开。另一只眼睛也是一样的操作，把它夹一下。好，现在你的眼睫毛已经变得很翘了，然后拿出了一只黑森林盖的东西，里面有一个自带的小刷子，把给你的眼睫毛刷一下。另一只眼睛也要刷一下，然后下面的眼睫毛也得刷。然后拿出了一盒银色的粉，里面有一个大刷子，在自己的鼻翼上刷刷刷刷刷。然后额头上面也要刷一些，下巴也要刷一些，然后鼻翼两边刷好，眼睛下面也要刷一点。然后拿出一个黑色的小盒子，里面有个小毛刷，蘸一点，然后在鼻翼两边、眼睛中间刷一些，把它刷黑。对，就这样涂的黑一些。然后往下再拉一点，也要把它涂黑，就这么涂黑。然后再拿出一个金色的大盒子，里面有一个大刷子，蘸一些颜色，然后在脸颊上刷刷刷刷刷，用力的刷。对，就这样用力的刷，你会看到脸变红了。另一边也一样刷。一样的位置，这么用力的刷，然后再拿出一支更长的毛笔，蘸深的颜色，在刚才刷过的下面再刷，也要用力的刷。另一边也是如法炮制，继续刷。然后再拿出了一支固体胶，在自己的下颚擦一下，对，你看你的下颚就变黑了。然后再拿刚才的大刷子把它刷匀，刷匀还是不够匀，要再用力一点。好，另一边也要把它刷匀。好，再把它上下刷一下，刷开，左右也要刷开。好，现在我们拿出一个小瓶，把盖子拧开，里面抹一点胶涂在自己的嘴唇上，然后再拿出一支口红，然后就开始画嘴唇啦。那么一点点的把自己的嘴巴涂红，这个时候要认真一点，注意不要画到嘴巴的外面来，然后下嘴唇要涂一些。画出去的部分你可以稍稍用手把它擦掉，这样就不会显得很难看了。好，现在把头上的圈圈拿掉，撩一下头发， 再甩一甩头，笑一笑，对着镜子臭美一下。好的，然后再修一下自己的指甲。好了，结束了。